歉。我们下一组。先试开三楼电脑看照片，有喜欢的话介绍产品，挑不出也不勉强。先试开再看，对，你看了实物再决定下一步的呀。有专业的帮你拍哟，把你拍漂亮啊。拍完三楼电脑选照片，有喜欢的下一步，但是挑不出来也不勉强。你是看了实物再决定要不要啊？不是，我的相机。Thank you.